白小月已经答应嫁给我，你出卖了他爹，他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他怎么可能跟你走？还不明白？ 把他留下吧。大龙，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怎么越来越不对呢？你觉得这景色美不美？嗯，还行。你要是觉得这美的话，那我今天就把你留在这儿。你什么意思？ 白小月，我和你说实话吧，我今天不是奉命送你下山的，我是奉命送你上西天的。前两次我是想杀你的，可是你命好，我都没杀成。这次我还真没想杀你，可是山上真正掌舵的人他想杀你，所以你也不能怪我。是国老吧？你真的很聪明。 是国老，国老觉得你不死就会害死大当家，国老可是把大当家当亲儿，所以你今天就必须死。大当家，快来救我！白小月，你死定了你！ 范大管家，啊，哎，这位长官，您有什么事儿？啊，这不说话。啊，好，好。这个人真没见过。真的吗？哎，您想啊，孟军长的女儿，我怎么能见得到呢？可我怎么听说？ 在云京城里，你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。经常进出县政府保安团，这云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您太抬举我了。您想啊，这孟小姐到云京城来是来暗访的，她又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就让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呢？再者说了，这云京城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些个人，啊，我一个生意人。 总不能问人家您从哪儿来呀，到哪儿去？好了好了，我暂且相信你啊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段某先告辞了。前辈，怎么，您还有事儿？谭志祥，你总该认识吧？啊，志祥啊，志祥，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呀。哼，你是个聪明人。 不觉得在云京这个小地方委屈你了吗？您太抬举我了。怎么，志祥他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谭志祥，他最近回来过云京吗？回来过啊。他回来都干了些什么？他回云京城，还不就是为了回家探探亲吗？你没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 这个人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真的没见过呀。哦，但是他身上穿的这个军装，跟志祥那天回来穿的衣服，好像是一样的。 你确定？真的是一样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志祥是3月初8回来的，3月初9走的。谭志祥，你死定了。
哎，三妹，三妹，大当家，您回来了啊？白小姐去哪儿了？她上山了。她下山了？啊，不是您让她下的吗？谁说让她下山的？大当家，你别怪牛娃子，下去。哎，是我说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资格让她下山？大当家，我这是一心为你好。用不着为我好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我不管白小月是丁煞还是阳煞，我不管她天仙还是恶魔，我就是爱她，我就要娶她做压寨夫人。就算她把我克死，我自己愿意。你管不着，狼娃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现在已经为这个女人走火入魔了。你若不是大当家，我才懒得管你的事。可是，既然你是一山之主，你就得有个一山之主的样子。我有没有一山之主的样子，用不着你说。老王子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我要去找我的女人。我实话跟你说，你永远也见不着你的女人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老朽已经派人把她杀了。你真的派人把我的女人杀了？对。你派哪个兄弟去？大豌豆尖儿。他早就想杀我的女人。好，现在你们都如愿以偿。你杀死了我的女人，一命偿一命。今天老子也干死你！大当家，大当家，不能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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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狼娃，我已经是年近古稀之人，早就活够味了。啥时候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可是我要对你说句掏心掏肝的话。今天我不想死在你的手上，不是我怕死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让你背一辈子的良心债，更不愿意因为我让你失去和你同生共死的众兄弟。大当家，你不能杀过了，不能杀过了，不能。这是这两个月的盈利。哎呀，段兴啊，你真是我的财神菩萨呀。您知道就好啊。好在那天谭志祥跟白仲甫没有说上话呀，要是白仲甫把孟天然的事情告诉谭志祥，那咱们就都得死。卢团长，您要是再不把白仲甫弄死，恐怕您以后再也没命销售这些金子了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本团长的能力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团座果然老谋深算。不是我厉害，是金子厉害。王灵基一直想挤兑邓锡侯，只不过他在江西任上，鞭长莫及马腹啊。那现在我们的敌人就只有谭志祥一个人了，他一天不死，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。对于他，我至今是毫无办法呀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一杆长枪。你要长枪干什么？谭志祥上了云金山，你说他会不会被土匪打死呢？你是个鬼娃娃呀，一副鬼心肠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！小月，白小月。
大当家，你别这么难过了。我姐姐到现在还没有回山，兴许白小姐还没有死。为什么？我真觉得白小姐不会那么容易就死了。你想想，我老说她的命很硬，连大当家都镇不住她，我姐姐又怎么能收拾得了她呢？你说的有道理，她不会死的。成这样了，志强没找着你吗？志强去云津了。他没找着你。我被他们关在监狱里了。他们？谁啊？云津县的监狱，是个营长，姓万。你去监狱干什么呀？我去探访志强的岳父岳母。哎，爸，据我调查，这是个冤案。冤案现在我也管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好，你先休息。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啊！兔崽子敢关押我的女儿，你没说你是谁吗？我说了，他们不信。吃了豹子胆了！来人，哟，通知陈天宇，特务营集合。是，快快，杨来进，你们上车。准备出发。你怎么来了？带我去云津，去救志祥。这啊，你放心，我是经过爸爸同意的才来的。快走吧。那好吧，我们上车。好。
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肚子疼，肚子疼，啊，肚子疼，啊，不会吧？啊，哎呦，你告诉我，白小姐在哪？白小姐被国老带了山上去。 你怎么不杀了我呀？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来，我扶你起来，站起来走走。我们得想办法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能死在这儿。慢点，腿怎么样？啊，这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要去云津县的，可我们在路上接到通知，君座和赵县长通过了电话，知道你上山去救白小姐，所以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带一部分人上来来救你。谢谢。志强，我们回重庆吧。不，我得回云津一趟。你不用回云津了，君座已经和新上任的王主席通过了电话，王主席答应过问你岳父的案子，其他的事情，君座已经通知吴处长全权处理了。 不，我还得回去一趟。孟小姐还没找到呢。孟小姐回来了，她被云津县监狱的营长关押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回来了。白三妹，姐姐。白三妹，姐姐。 弄不好，我姐姐真的送白小姐下山了。走，不在这转了。下山，走。走。来人！快来人啊！来人！你们几个，吐胆的快点！确实是万营长。赶紧，快点！万营长，快，赶紧看，拦住！ 好，松，我会团部，快团部，快团部，快快快！团部长。
吴长官，吴长官，嗯，娄副厂，你干的好事儿。卫军不知道干了什么好事儿。你明知道孟小姐的身份，还把她关在监狱里，居然还想把她处死。孟军长要押你去重庆。救命啊，吴长官！ 吴长官，救命啊！我确实不知道啊，吴长官，你救救我呀，吴长官！吴长官，团长，救命啊！我下山的时候遇到狼了，我在山上躲了整整一宿，团长，快给我找大夫看！快，快，快，青鸟，青鸟，团长，团长，我还以为我回不来了，我是从山上爬下来的。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 还不是那个姓孟的女娃，什么姓孟的女娃？啊，不就是刚开始说自己是记者，是到后来我记者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啊，哦哦哦哦，对，都是我，是我。好啊，你敢私自扣押孟军长的女儿？别，吴处长。 都怪卑职管制不严，请吴处长撤了卑职的职。卢团长真是能干啊！这么快就把元兄给正法了。啊，孟小姐已经安全的回到了重庆。再说，卢团长也是一时疏忽，被属下蒙蔽的。 虽然有错，但也不至于丢了差事。我会在金座面前给您美言的，把枪收好。哎呀，党国还有太多的事儿需要你效劳了。哎呀，卑职多谢吴处长再造之恩，卑职是永世不忘啊。 站长，回来了。啊，哎，给我。来，给你面坐着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别，快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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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什么地方啊？那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老鼠王墓吧。啊，钻地龙就是因为这个墓的秘密跟大当家闹翻的。不然就不可能有三当家被套的事儿，也不会有你爹通匪的事儿了。你当时在白府，你认为我爹真的通匪吗？三当家是从大川山逃出去的，他腿都被打断了。你家当时在办喜事儿，他不可能从前面爬进去，更不能翻墙过去的。你是说，有人把他弄进去的？对，而且是死了以后弄进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死在香案底下。真的要是活着进去的话，死了以后身体是卷曲的，可他被抬出来的时候，四肢都是笔直的。怪不得三当家要跟大当家闹翻呢。蜀王玉玺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吧？肯定是。你看那些死人，就知道肯定是分赃不均，互相残杀，最后只剩那么一个人，拿着玉玺逃出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们云金山寨的第一位寨主。那都是几百年前。这儿的财宝，光能是我们富的流油了。可惜今天，我们只能死这儿了。好像是有风，那边好像有个通道，走，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这方圆十几里的几个小镇我都找遍了，没发现两个人。我敢肯定，他们俩肯定没下山。要是下山，不可能逃过我的眼睛。小范总监，你说呢？我说，既然他们不在这儿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他们还在山上，另一个是他们从后山走了。走，回山。大当家，天马上黑了，明天再走吧。大当家，小心点啊！大当家回来了，快开门！大当家，你回来了。大范总监回来没有？没有啊。要不，两条走走走试试。不行，这是防盗墓的迷道，要是走错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碰运气了。要死就死吧。什么在叫啊？好像是。好像是狼叫，有狼，那就是有出口。对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走，是在那边，去看看。
给我们点吃的吗？你们是过路的还是要饭的？我们是过路的，被土匪给抢了。哎呀，他们没把你拉上山，就算你们命大，都是可怜人。拿着吃吧啊，吃吧，吃吧，坐啊，来，谢谢，吃吧。婆婆，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哎，家里哪有人了？两个儿子被抓丁抓走了，三四年了，也不晓得是死还是活。前几天，老头子也生病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就靠这些红薯活命，不干活咋行呢？哎，妹子，你这姐姐咋了？伤了还是病了？伤了，被土匪打伤的。你们这样走路太艰难了，你要是不急着赶路，就到我家住两天，等你姐姐伤好了再走。谢谢婆婆了。不用谢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怎么样了？没消息，我和十几个弟兄找了一晚上，就是没找到白小姐的踪影。哎，大当家，你干啥去？我们找不着，我去找。大当家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国老，我看大当家是不要寨子不要命了。你来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该来的都会来，该走的都会走。这，你看着吧，命里注定的，就改不了。国老，你就让大当家这么疯吗？你让他去疯吧，疯过了，就不会再疯了。哎，妹子，红薯我都挖完了。啊，还有，我姐的伤也快好了，我们今儿就打算走了。哎呦。哎呀，妹子，你们要走啊？我这心里啊，真是舍不得呀。这些红薯就不要入窖了，你帮我挖了两天的红薯，这红薯啊，就算你的工钱了啊。哟，赵太婆，你老真大方啊！主东的地租，你可拖欠两年都没交了，今天你有钱给人家工钱。是不是拖欠的地租今天能交了？哎呀，王先生，你晓得的，我老头子刚死，连棺材都买不起，一张破席子一裹就埋了。东家要是真收地租的话，就把这些红薯都挑走好了。赵太婆，别说的那么可怜啊。我来问你，这丫头是从哪儿来的？她帮你干活怎么没去保长那儿登记呀？我是过路的，看见婆婆一个人不容易，我帮她挖了一天红薯。哎，我说你这丫头，听你这口音像是从云京城里来的。王先生，这丫头你仔细看，是不是通缉令上那个通匪杀人的叫白小月啊？哎，嗯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嘿嘿嘿，你别想跑了，你认错人了。你那兔崽子还不过来帮忙，抓他去送官，有五十万光粮。你这个死老婆子，滚！哎，别这样。别伤害婆婆。我可以不打死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跟我上山。你想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走了吗？谁说的呀？大当家为了找你，把整个云京城的山路都跑烂了。白三妹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现在是通缉犯。
你出了上山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天要不是我们把你救了，过一会儿你就蹲在大牢里。大豌豆尖还在这儿养伤呢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会收拾他的。不，我不想你的人因我而死，带他回山吧。夫人真是大人大量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婆婆，这三个人官府要问起，你就说是给土匪打死的。妹子，你这真的是土匪啊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回山。大当家的回来喽！大当家的回来喽！大当家，等我。怎么了？不好话了？花生米还在肉里头。没事。来，快扶回。白小姐，你要做啥？我想去看一眼大当家。白小姐，你牵挂大当家的心，我代他领了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这是山上的规矩。男人身上穿洞进血，不彻底封口，是不能沾女人的边儿，沾边儿就得死。封建迷信。这颗子弹虽然没伤着要害，可是你要不听话，不去后山静养十来天，倘若伤口化脓了、感染了，恐怕就要落下残疾。好的，国老，我听您的。哎，白小姐没事吧？那能有啥事儿啊？你去追白小姐后，国老都后悔死了。现在你把白小姐也追回来了，国老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也不会再动手了。国老怎么不下命令呢？哎呀，这……国老，大当家已经上后山了。时辰到，动手！走走。夫人，我姐姐是向您来表示感谢的，要不是你不记仇救了她，她早死了。不用。你先起来，不用这样，你快起来！哎呀，不用这样。白小月，二当家，你们想干啥？我们奉了上天之命，除妖救人。谁是妖啊？你们出去。你是妖。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？绑了。好，好，来，进来，走，来，走，赶紧走。没你们的事，待在这儿。快去找大当家，我去看着小月。你说你
是一匹独来独往的狼，我愿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，迷醉了你那仰天的长啸，从此不怕夜的漫长。你说你是一匹冷酷无情的狼，我知道你也懂得儿女情长，不然我怎会改变了自己，旷野荒原随你去流浪。我是羔羊，你是狼，你为我添干淡淡忧伤。我是羔羊，你是狼，其实有些狼的羊更善良。